場施展出火魔法㗎，跟住突然之間咧，警察又再出現啦，好快脆，嗰頭掟咗火魔法之後咧，都唔夠半分鐘啊，跟住遠距離個警察就即刻出現㗎嚇，開得好快咁衝過嚟啊！啲警察就即刻。开得好快啊！啲猪笼车等等，我即刻跑过去，但佢哋一即刻落嚟冲去追住人啊！啲防暴，哇！一落车即刻冲过去追人呀、啊！现场防暴不断驱赶市民和记者吓，推广记者啊，要向后腾啊！俾到 PSHK 啊，装甲车同大家黄埔现场报道。早咯，三分钟前咧，防暴咧同埋好多警车、EU 啊、猪笼咧，用高速行驶过嚟冲过嚟呢个黄埔十字路口呢个位置，跟住即刻落车去追赶人啊！可以噶啦，请你离开多只座。呢、这个记者，请你继续向前移动。我呢个系非法集结现场。如果你想采访工作，我哋警察封锁线，不断咁向前移动，请你向前移动。好多谢合作。现场咧嘅记者亦都被防暴系驱赶，要离开现场嘅吓。我态度都睇到非常之恶劣嘅，睇到。哇，非常之粗暴对待记者啊！你见到。我都唔知道 想推到去边，嗰边又推过你呢度，呢度又推过嗰边，我哋都唔知道可以去边度啊！依家走去大道，大道啊！喺后边啦。現場防暴一路驅趕在行人路上面的市民啊，連啲記者咧都要驅趕埋，唔俾記者喺度拍攝嘅。而防暴的態度非常之咁粗魯同埋惡劣嘅，頭先佢見到咧，佢都有推撞記者嘅，啱啱早大約十分鐘前啦，都唔知有冇十分鐘啊！防暴係用超高速嘅行車速度咧，咁啊由呢個紅磡道土瓜灣方向開嚟呢度黃埔呢度十字路口，跟住高速咁向右轉過嚟呢邊嘅德文街呢度，跟住即刻咧豬籠咧同埋 EU 咧落咗一紮嘅速龍咧同埋防暴過嚟驅趕市民嘅。就驅趕人啲驅趕市民啊，上翻行人路啊，行人路上面都唔得，叫佢哋走啊，唔俾佢哋喺現場度睇啊。咁我哋記者都係俾防暴一路咁推後嘅防線，唔俾我哋採訪嘅。但許志峰喺現場嗰度亦都同個 DPRB 理論啦。
呢個遠距離見到咧，許智峯議員咧同 BBRB 理論嘅。嗱，許智峯嘅議員咧係俾防暴咧係咁強光照射噶。請你哋而家離開，我哋警方會不斷將個封鎖區繼續擴展方向，我作出搜證，多謝合作。請你繼續離開，多謝合作。走啊！係啦，你見到就。對面嗰度咧係許智峯議員咧，就同防暴咧喺度理論啦。咁喺德文街往模糊街方向咧嘅防暴咧，又開始褪翻入嚟呢度，開始行翻去防暴村嗰邊啦。好啦，唔關事嘅，台灣市民嘅激進運動咧嚇，盡快離開我哋警區。好啦，要喺度。麻煩你哋唔好阻礙警方，救命啊！清場行動。喂，你記者啊，喺現場咧，我哋記者都俾防暴係要求褪後嘅嚇。繼續褪翻埋啊！咁佢哋用強光照射到個鏡頭咧，搞到全畫面都黑曬嘅。是非常之多的，防暴到了的，一来就突然冲了，起码都我估计都有起码20多架的防暴车过来的，UU 和猪龙高速地行驶过来，即刻冲落车好像想捉人一样，亦都驱赶的现场的街坊的，记者都被他们是这样一路推向后一些。哎呀，很危险啊。而防暴咧，亦都用強光照射喺上面嘅居民啊嚇！好撚危險啊！一走就好撚安全噶啦！係啦，市民就算喺行人路上邊咧，都唔得噶，都要俾防暴嘅驅趕噶。離開現場範圍噶，話佢哋非法集結嚇，即係街坊喺自己樓下咧都係非法集結噶。鄧炳強喺度咧，鄧炳強打飛機啊！現場的防暴是非常之多的， EU 車和豬籠車又再一次入去黃埔天地入面的。防暴咧又開始，豬籠車 EU 同埋嘅警察嘅私家車咧，又開始慢慢往
尖沙咀的方向撤离的，红磡道往尖沙咀。基本上今晚咧，防务又出又入，又弹出又弹入咧。我由我开始拍摄开始咧，都已经起码都三次啦。而每次咧都系非常之快速咁开车过嚟，同埋落车嘅，同埋系喺几面嘅方向过嚟嘅。多謝 Jackie 啊！剛才防暴咧落車嗰時候都對街坊啊同埋記者咧都幾不友善，同埋推開啊推撞記者要離開佢哋嘅封鎖線啊！咁講翻啦，早嗰十幾分鐘之前咧，咁就有示威者咧，就喺呢個黃埔地鐵站口嗰度咧，就施展呢個火魔法嘅。咁施展火魔法都未夠一分鐘到啊，咁就即刻喺呢個紅磡道，由呢個土瓜灣方向嗰邊嘅紅磡道咧，就極速咁嗰啲防暴車即刻衝過嚟，跟住轉右，跟住又即刻落防暴落速龍咁去。想追，似乎想追捕啊啲示威者嘅，但发觉咧落车追捕嗰啲咧都系街坊啦，咁就开始就 set 封锁线，咁就驱赶喺行人路上面嘅街坊要佢哋走嘅，而记者咧亦都系唔俾佢哋拍摄嘅，咁啊似乎咧好似系捉咗一位嘅街坊喎。有一位街坊在这里，跟住有另外两个都是好像穿着拖鞋，查身份证的有三位街坊呢，有三位街坊呢就被警察了。现场有三位的年轻人呢就被现场的防暴呢就查袋和查身份证啊。已經在行人路上面已經是很入的了，又要再入一點，不知道為什麼要入到幾入呢？
喂，你好中意條橋啊，留意住條橋上面啊，同住睇下你清砖啊。但現場的防務呢，有一嚿類似是鏟磚機的，將啲磚頭呢就好像一個鏟咁樣鏟開，鏟開兩邊啊，路旁兩邊嘅嚇。對住阿婆，對住啲記者射住阿婆對眼。就算你哋放到工啊，我見到你哋啊，扯同隻眼睛走走唔切啊！現場咧，防暴咧係清潔緊馬路㗎，應話推開啲磚頭啊！啲僆仔去邊啊？係啊，現場阿婆婆非常之勇敢啊！婆婆非常之勇敢，就對現場嘅防暴咧，直接喝罵佢哋啊，完全不畏懼啊，非常之勇敢。咁現場嗰三位年輕人咧，仲係喺度搜查緊個袋嘅。佢哋又將三位年輕人帶到警方防線後面。暫時處理。你老母唔放廢老生就你撲街仔，失禮家人啊！放心啦，婆婆喺我後面嘅，射都係射咗我先幫佢擋嘅嘢嘅。你睇下呢個爛口幾小家幾小氣，睇下啲警察啦，爛佬你睇。你唔鬧人點鬧你啊？鬧啲老弱傷殘啊，廢佬！你老母唔放廢佬啊！佢走去鬧啲老人家叫廢佬啊，揾二萬鍋槍射住老人家喎、啊！啲變態嘅小唔小氣，小唔小家啲啊？又以為叫人過去你嗰邊啊？有女人見到你都走啦，親戚朋友見到你都走啦，叫你哋唔啲親戚朋友叫你哋最好唔好去佢屋企啊！多謝 Rosa， 我哋會盡量小心的啦。嗱，呢位防暴咧就拎住一嚿鏟磚機嘅，人手鏟磚機嘅，就是、將啲磚頭咧就推向兩邊嘅，鏟走啲磚嘅。係啦，阿婆婆非常之好中氣啊，鬧得。字字鏗鏘啊，婆婆。你有冇有冇人啊？送埋佢啲同事上山上公園啊？冇啊嘛！送你哋上山上公園啊！好尊敬你哋某啲白警嗰個，而家嚟鬧你哋啊！你哋醜唔醜啊？失禮上公園嗰啲好警察啊！1001咋，10001咋。現場的防暴呢就開始撤離啊，就紅磡道往尖沙咀方向，由呢個黃埔天地嗰邊德文街方向駛算咗嚇。你住公屋有咩撚地位？又話人哋食生命麵包，見到啲老人家又唔尊重，又話人哋做廢佬。你屋企嗰啲冇人老嘅咩？你講你自己受翻，你屋企啲冚家都冚飽廢佬生咗你啲咁矮嘅細路哥啊！記者送翻人喎，唔該，佢翻嚟啲啊！你哋又射射，得閒又射下人，幾小家幾小氣。但係現場遠距離咧，聽到街坊叫魏俊仔死全家㗎。
佢夠叫啲老弱傷殘，叫做老弱傷殘，叫老人家做廢老咧，攞十支雷射槍射住阿婆隻眼。啊，翻屋企點翻屋企啊？你喺度阻條路，阻頭阻勢。一般市民仲快離開喎，一般市民仲快離開。十支雷射槍射二萬幾三萬，嗰十幾支射住阿婆。你快啲翻屋企啊！左頭左勢，嘈住上面啲人聽日翻工嘅。上面啲人要翻工啊！唔該你哋有啲土人厭噶，黃埔新村歡迎你啊！一般小男仔都準備好啦，人哋係要翻工啊，你翻佢啦，好嗎？翻佢啦嚇！你阻住點翻屋企啊？我企埋一二邊有廢路電視有圖有片，你走去鬧我先在先噶，揾啲十幾支雷射槍射我先噶咋，明唔明啊？有圖有片咁多人影住你啊，射我在先十幾廿支雷射槍，你睇下二萬幾火啊！好心你哋啦，人哋細佬哥十幾火射啊，你就哎呀我頭暈啊，我要請幾一兩個禮拜病假，呃病假知唔知啊？你知唔知你 CID 啊？走去旺角租劏房住啊！上班去我哋喺劏房度瞓覺啊！成班，誒、啊，我朋友話俾我聽，我問佢小心啫，唔使小心，大把 CID 陪我一齊瞓啊！我問點解？上班走去樓我哋樓上租劏房瞓覺啊！仆街！你又射阿婆咧，得閒日射阿婆。揾阿婆一來就虐待虐老，啊又侮辱的老人家；二來又揾我過橋，二代射啲記者，等啲記者影唔到你做醜事，捉咗三條小鮮肉去。你有冇非禮佢？我哋都唔知啊！射住二萬幾三萬火射住啲記者，等啲記者影唔到相。嗰啲老人家就嚟嗰頭近嚟嚟鬧你哋。鬧啲老人家做廢佬，你要報新聞報實在啲先得噶嘛，都唔知話東方啊，鬧佢冚家死，你自己累死全家咋，你自己害死全家知唔知啊？佢哋唔識鬧啊，呢啲係事實，你做咁多陰質事唔害死全家，今晚帶啲衰氣翻屋企啊，唔係咒你啊，你做啲雙殺惡事，帶啲惡氣陰損負能量。陰邪之氣翻屋企啊！拜乜嘢關帝啊？關帝都保你唔住啦！做咁多陰質事，攬部五千個市民啊！喺理工出嚟啲個個都俾你打到流曬血啦！十啲日本仔都識講啊！十歲有十零歲有打到成身都血啦！咁殘忍，喺油麻地放咩霹靂彈啊？射完霹靂彈壓在最下嗰啲喐一喐就即刻揾啲胡椒噴霧噴佢隻眼唔俾佢喐啊！咁殘忍咁折袋嘢都攞出，就現場有位先生咧，似乎係想翻屋企噶，但係俾防暴咧就點佢去啊嗰邊遠啲嘅路兜啊！嗰度捉咗你上車啊！引咗刑啊，消失咗都唔知去咗邊啊！好正喎！你睇下天路人影啊！掟嗰啲玻璃樽去防暴嗰邊啊，應該係啊，即刻！你睇下揾啲燈嚟，揾啲咁嘅嚟。啊！防暴即刻向千幾火射住宅上面喺度照射啊！黃甲方出嚟。現場咧即刻叫防暴轉一轉陣咧，去黃埔天地嗰邊咧 set 一條 check line， set 一條封鎖線嘅嚇。因為剛才咧似乎有一個玻璃樽咧喺附近爆開嘅，喺防暴嗰邊。掉得好，掉得妙啊！嗱，剛才我阿婆咧講掉得好，掉得妙啊！今日 VIP 啊，婆婆啊，非常之犀利。Thank you.
防暴不斷咧就向上面嘅居民咧用強光照射嘅。應該咧，三個小朋友是放行了的，就咁聽翻現場消息係。現場的 Green Object 咧就不斷向樓上平台咧嘅市民咧照射啊！Madam 咧就叫人盡快離開，咁啊後邊嗰位婆婆咧都非常足氣嚇。有約啦，叫你盡快離開，你盡快離開啦。阿婆婆咧中氣非常之足啊，一路咁被鬧啊，防暴我哋未停過嘅。唔該你，盡快離開。
但現場嘅防務咧，都仍然都係不斷向樓上居民啊用強光照射嘅嚇，特別係一樓、二樓、三樓方向嘅層數嘅居民咧，就比較受影響啦。这个方向呢有三位防暴行前了去楼梯口那边呢跟居民呢在这里对骂的。喂，你找些大黑警，你找些大光灯射民居做什么？你偷窥啊，侵犯他人私隐啊，人家在间屋里面住，你怎么找大光二万几锁大光灯射他啊？射人家间屋是偷窥啊，你侵犯私隐啊，你这么喜欢偷窥。你條底褲都是市民給你才有錢買的，仆街！你又知道我們有穿底褲哦，你說你沒有穿底褲，你黑警說他沒有穿底褲的，沒有人說他沒有穿底褲，他自己說自己沒有穿底褲的。你都不用這麼淫賤啦，沒有穿底褲要大庭廣眾說，只不過是暴徒，你又知道有什麼事情嗎？有病啊，你有病啊，你怪的，你說你自己的。哎呀，好了好了，離開了，離開了，你在這裡很久了，你走吧。我香港出世的，為什麼沒權在這裡啊？一般市民可以盡快離開了，這個警察呼籲啊。婆婆啊，妙問妙答啊，很厲害啊，令到現場的記者呢都忍不住啊，有一個會心微笑啊。有點擔心。去現場咧，又有 EU 車，跟住仲有後面都仲有幾個 EU 同豬籠車過嚟嘅嚇。啊，唔知呢啲 EU 豬籠車咧係過嚟係吉車過嚟，要接翻啲防暴走啊，定係仲有一個旅遊巴添嘅。咁似乎咧係防暴啊，準備撤隊嘅嚇。咁啊，可能又再次開始準備離開啦。帶埋啲陰氣，即係陰氣翻屋企啦，喺度射。啊，防暴依家開始逐漸咁上翻去警車嘅啦。有些防暴呢就在架旅遊巴那裡下來的，不知是不是換班呢，一些就上車走，有一些就下車的。
呢個旅遊巴咧就落咗，大約都有六七都有二十幾個防暴籠落咗嚟嘅。咁嗰邊咧就見到其他防暴啦，頭先啊上咗車噶啦，嗰頭上車，咁呢頭咧就落車嘅，有啲防暴。刚才旅游巴落嘅啲防暴咧，就行咗去红磡道往尖沙咀方向嘅行人路上嘅。咁啊，似乎系换咗一班防暴嘅啫，轮班咁啦，依家防暴好似系。一個小小的黃埔咧，嚟咗成30架嘅 EU 同埋豬籠車，再加埋一架旅遊巴，都今日非常之隆重啊！黃埔區呢度嘅防暴布陣啊！暫時防暴上車咧都未有離開嘅，啊開始有一架 EU， 跟住後面跟住兩架豬籠，再多一架 EU 咧就準備離開紅磡道往尖沙咀方向啦，跟住街坊咧就一路咁歡呼叫佢哋走啦。咁遠處橋上面其實有防暴咧，上咗去上面咧就去查啲記者啊，同埋驅趕啲居民嘅，咁就唔俾係啦，唔俾人喺橋上面嘅，要封鎖橋上面啦。遠處嘅防暴橋呢度。呢條行人天橋咧，就已經俾防暴佔據咗噶啦。
好啦，前面有啲騷動，我哋行過去睇下咩情況啦。咁我依家暫時 save 低條片先，因為頭先突發咧，搞到係手持嘅啫，依家手揸到都好鬼攰。咁我熄一熄條片，轉頭即刻再開翻，我上翻個穩定器先嚇。咁一陣再見。